在朋友在最初买 SUV 的时候可犯了难，手里130万的购车资金，不知道选择揽胜还是雷克萨斯。毕竟手里的资金仅够买低配版本的揽胜。经过一番比较，朋友还是选择雷克萨斯 LX570。雷克萨斯 LX570 作为日系大型 SUV， 搭配的依然是多年未变的采用具备双 VVT-i 技术的 3URFE 5.7 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，加上 8AT 变速箱，最高可以达367马力。虽然与丰田最新推出的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技术相比，多点电喷技术可能会略显费油，但是实际相差的量却是很小的。外观上 LX570 的前脸还是雷克萨斯的家族外观，依然是线条分明的车身轮廓，但是稍有创新的是被獠牙形状的装饰包裹的雾灯，就是使汽车显得比较霸道。第一柱处采用的镀铬饰条进行装饰，它运用的是21寸邓绿普大轮毂，并且在购买的时候，厂家就会为车主精心准备好尺寸合适的备胎，否则这么大的轮胎也是不好找店面修理的。汽车内部用料与制作工艺堪称精湛，车内绝大多数的部件采用的是真皮包裹与实木支撑，色调以神秘的红与黑组合为主。汽车的结构上，非承载式的车身前悬是独立双叉臂加横向稳定杆，四连杆机构式悬架被用于后悬。这款 SUV 有5座与8座两种，普通的就是5座。而这款汽车最有用心的一个设计便是防止追尾设置的倒挂钩在车外，买来车主难怪会说这款车比揽胜强得多。这样高性价比高品质的 LX570 难怪会有雷克萨斯 SUV 旗舰的称号。